通过这个之前天舟三号的货运会上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娃娃，通过那个货运会上上天，这是专门为女航天员这个的一个随身的一个物品是吗？是你在货船上看到的那个娃娃吗？是吗？那个娃娃是我们科研人员，我们科研人员为航天员准备的一个小礼物。